放，你要不全倒进去得了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不能全倒是。来来来。哎，快快快！哭的了。这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哦，没什么东西。你的那么浓稠啊，哦，你那么多水啊，我用手，用手算了，用手算了。这还有油白菜呢，西油的。青菜来着。嗯。可以的。下吧。下吧，下吧。教你们怎么吃火锅哈、啊。还用教？那你看人家那还有，这去餐馆点火锅材料100多块钱。你咋啊？我靠，想吃火锅肯定回来找啊。这个不辣吧？不辣，这个锅底真的不辣。刘哥现在可以这么。好吃，有一种。芝麻的香味，还有花生的那个脆劲儿，最重要的是这个汤，有一种浓浓的香味。嗯，你描述的好啊。还有新鲜的油白菜，很多水分。肥肉相结合，啊，好吃。下次把文案都写好再开始，把个词放在那个拍摄的下面，一看镜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词了。还是写什么？不就放那个拍摄的镜头下面挂着，一看镜头就可以看到写的什么，要说什么。搞提示器哦。不用，现场发挥啊。